真是成名和魏峰特地为你准备。我感受到你们的爱，比心。哎，这个玫瑰花也是魏峰学长送的吗？嗯，这个是给你的，但不是我准备的，是成名送给你的。而且这个花有特别的意义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？今天我们买完这些东西之后，走在路上，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卖花的老奶奶被一个买花的人。你什么时候也送我一个特别的礼物？你的粉丝不是每天都帮你公司送花吗？那可不行，我要你送的。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希望我们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那么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来来来。